2020世界旅游小姐中国赛区总决赛近日在湖南长沙圆满落幕。来自全国20个赛区的60名选手中，共有37名晋级总决赛。经过多轮角逐，来自内蒙古师范大学的选手婷婷摘得冠军，来自山东赛区与北京赛区的选手分获亚军和季军。